大家好，我是李成威老师。今天是1月9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09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你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。不过呢，你是一匹千里马，却遇不到好的伯乐，在事业上会怀才不遇，代表事业停顿，或者是有能力发挥不出来，或者是在某一段时间你的事业呢是停滞不前的，或者是完全空掉的。那在这个家庭方面，你对另一半的要求会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他一般来说都没有一个好的婚姻，会影响人际关系，影响你的这个家庭生活。在健康方面，他容易有肩颈腰疼，睡眠不好，脱发掉发，也容易有心脏病或者是生殖系统方面的开刀手术。财富方面，因为事业不顺，所以财富也不太理想。那有时候呢，也会因为事业停顿，所以导致你的财富会有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数字学的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线上免费讲座，我将会为你免费测号码。